咱们修慢一点，不着急，又不赶时间，慢点修。以你们的感受为标准，不是以我的快慢为标准，知道吧？来，你看，就是这儿。就是这个东西，不顶了吧？嗯。是不是舒服了？感觉怎么样？有感觉没？修的时候？没有。没有。你这个疼了几天？这个疼两三天。嗯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跟那个里面以前你做手术的完全不一样？这指甲都切掉了。那对啊，你看就是这块啊，就是这儿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子的。你看我这样修进去之后。